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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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日本的时阵就真规矩啊，安尼去要停酒，你就停；要食饭，你就点。去庙内，你嘛真规矩，神神拜拜。回来台湾，啊，去到这大型啊。你哪会知影我为日本回来？谁甲你讲的哦？你咧公司偷提钱，想不想给人剁枕头啊？但讲黄心怡，你家己先讲这款代志。你妈妈真烦恼你，别过年啊，紧张去。对爸母的友好，莫甲恁小弟比，甲恁兄妹威威三组，莫搁办歹代志啊！若无姻缘，命莫保去。你我擦擦你的腿啊！我亲眼就看到你个心意哦，你在臭死啦！你看起对心仪感情足深的呢，你即马就看会出来啊！别人可能感觉我真歹，惊我。啊，不过伫个心仪面头前，我百分之百是一个暖男。暖男？不是啦，是小虎的暖男哦，好暖哦。虽然你安尼讲哦，啊，你的面就无参像你讲的啥物暖男，无适合啦，怪心仪无介意你。我的意思是，心仪介意长像你这款长得坏坏的男生。我是说了歹啦，啊，不过你是歹去，但我无讲。要见你。好啊啦，莫讲烦啊啦。你吼，减讲两句啦，莫过来创你啊。我是可靠伊哦，较早死心。我无可能死心，就准讲心仪今麦是你的女朋友，我嘛硬个处过。其实我较自在是假做男女朋友，卖个搞呗。自在的客户无满意，伊亲生后生已经订婚未婚妻，佮我会讲自在佮伊亲生后生已经订婚未婚妻有爱吗？所以爱我假做伊的女朋友去解救伊客爸客母的亲生后生佮伊未婚妻的感情。你讲的敢那口令呢？我你讲到愈不愈乱呢？非得我甲自在，唔是真正做伙。嘉贤，安怎？啊是讲你希望我是真正的女朋友啊？哎呀，当然唔是啊！算你淡薄头壳。假使讲代志若真正亲像恁所讲安尼哦，哎呦，我着相信你。我今仔日吼，本来去画室找你是有正经的代志的，结果听说恁两个做伙，我神功会都咧正经代志都办好袂记啊。什么代志啊？我的朋友姐阿妮吉，伊讲哦，足介意你的图的，所以我下讲我认识你哦，欢喜到袂上天啊！伊讲哦，一定要买着你的图，介绍再离开。好啊，既然是你介绍的，我当然无问题啊。哦，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去跟安妮姐讲。